级汽车。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，前方。超雷达警车，来车。马力！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。哐哐，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！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，追呀追呀追上你。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急急。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网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。
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笨笨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虎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跳跳出租车，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嘀咕嘀咕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泡泡灾难。
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刚刚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，救命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！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火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火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。
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快跑啊！
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嘟嘟，马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拉嘟嘟和马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跳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这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，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啊啾啊啾，谢谢你们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顽皮的碰碰车。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们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，出发！公园马上就到了，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指挥中心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
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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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一对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这回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啊，可我们是碰碰车，不能碰碰好难受。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棒！